又是我的猴子耶，好感动。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0年5月8号，双蛋蛋，双蛋蛋。20点24分的84，85次电话，香港园林的带路哥讲啊，天佑1016年，天佑2015。几岁了？全都是16。我的285这家哈，先北向海香港园林的带路哥，知道有这样在。送完的紫金啊，电话106加天佑106。关闭车门。85次在，方老师，谢哥，安德南，拜拜，下个月再见。